是在做梦吗？ 小姐，求你放过我弟弟吧！我居然传授了，居然还是一个棋局残他等恶毒女配，顾言良，这不是小说里大反派的名字吗？第一次传书没有经验呀！新婚快乐，顾夫人，想不到这大反派还挺会撩。我的副卡夫人专用，早餐放在桌上了，得亏有言情小说看得多，这点雕虫小技。 毛毛雨，撒撒水啦！他的睫毛好长啊，真的挺可爱。你在害羞？我没有。你怎么长得这么好看？喂，计划提前，越来越有意思。你忘了我们的复仇计划吗？我一直都没忘。 让他跑！让他跑！看来你是真的爱上他了。有你在身边，真的很幸福。我们会一直这样走下去，真的。我感觉我真的快要离开了。